这螺蛳是水螺蛳哈，手工螺蛳，不是是水螺蛳叫。哎，水螺蛳。那看来是我有点嚼那号了。哎，螺蛳叫嘛呀？螺蛳嘛呀？哎，螺蛳叫嘛呀？来咬咬一点。螺蛳嘛呀，这一份是五块是吧？耶，螺蛳叫嘛呀？那东西不管吃饱，好吃的。螺蛳嘛呀？那是干多长时间的？我叫嘛呀？七八年的吧。七八年的，光卖这。嗯。螺蛳嘛呀？那大同的是啥？大同的菜，它凉过。哦。一会儿夏天卖面用。好。螺蛳嘛呀？吃辣椒不吃？哎，要一点。这是菜味调的可好，这是豆腐皮儿哈。螺蛳嘛呀，炒了里头样。耶，螺蛳叫嘛呀？螺蛳嘛呀？耶，螺蛳嘛呀？感觉路边小吃都可实惠。是。螺蛳叫嘛呀？上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大。主要是咱这没有房租，没有啥的哈，都比较实惠。你租房租不起，那是小摊儿都租不起房租。哎。现在卖螺蛳嘛呀的竟然可少，一份是五块钱，里面加了豆腐皮儿、土豆丝儿、绿豆芽、咸菜。这个螺蛳嘛呀里边的菜炒的特别好吃。